今天要登山了，大姐，你们去带个机子刷吧。登哥，登哥，快点！今天你丈母娘给杀鸡了。真的吗？假的？你看，好好吃哦！听到杀鸡了，烧都不见了。讲啥子烧嘛？我想杀鸡了。登哥一听说吃鸡，比哪个都跑得快。耶，你这是想吃鸡嘛？一把就逮住了。妈，这是个母鸡的嘛？这母鸡也杀吗？就杀这个母鸡，公鸡没得了，公鸡金的大个儿。邓哥，邓哥，你丈母娘说你坐月子，这个母鸡给你拿了还不生气？要得，母鸡也是鸡。金妹儿，鸡都杀了，妈没说弄啥子炖呢？后面好像有板栗，我们去捡看看能不能捡到板栗嘛？板栗是个好东西，走，我们去看看嘛。有没得，金妹儿？有，还挺多的。我都没看到你捡呀。这不是泥巴子吗？我跟你说嘛，这泥巴子现在都没哪个捡了。老家他们都是抢活路，好大！哇，这个好大啊！邓哥，我觉得妈真的很偏心。每次我上来的时候，他不仅没给我杀鸡，还叫我干活。看，一上来就给你杀鸡，没得公鸡，连母鸡都杀了。那没办法，那就是女婿的地位。你要怪就怪邓哥啊！邓哥不上来的话，你现在还活蹦乱跳。妈疼啊！漂鸡用酒漂才好，你是干活路不行，吃饭第一名。吃鸡。你看你宰个鸡肉，叼一个吃一个，叼一个吃一个。我都还没吃成哈，剩了两个。妈，爸爸回来，你给他杀过鸡没有？没有。哎，人家那么辛苦，你鸡都不给别人吃了？你们想吃了？嘿，这说的好感动哦。你在这偷嘴哟！帮我杀几条，捡起来吃的。你挺快的嘛，鸡肉已经下锅了，被烧都没这么积极。烧都中哦。得口袋拿小的。你看你嘛，还说我好吃，你吃的还往屋头拿。这是小鸡蛋。哎，把鸡蛋整个冤枉，鸡肉炖了四五个小时了，烧了两锅水了，还没炖过。鸡肉来的炖呀，不过还是多香的。嗯，好了啦。吃不吃得动啊？爷爷吃土豆和板栗嘛。嗯，啊，鸡肉肯定吃起来有点困难。我吃个腿腿。我吃个土豆。还吃肉啊？我这咬不动啊。吃不动。那你就多喝个汤，反正你女儿说没给你炖点汤。你吃了鸡肉都舍不得给别人吃，那我给你咬个鸡肉，多咬两头。哎，吃爽了没有？吃憨的，吃起来是光安逸的。你们爷子今天还走啊？这么大晚上啊？二天没有他上来了，他吃了还带了一头走，他是又吃又扁。你问马太太，那明明鸡肉都是你吃来的。我不是说你回来就像土匪一样，你看又是满满的一车。